我喜欢你，简明。而且我也知道，你也喜欢我。我知道那个方木，他一直在追求你，但是你不能答应他。为什么呀？你回头。你为什么一直画我呀？因为你好看，因为你太好看了，我就想一直画你。画了十年。嗯，一开始我就想画出你在我心目里最美的样子，但无论我怎么画，都没你本人好看，所以我就一直画，一直画，一直画。那你要是没遇到我呢？没遇到你，那我就一直画下去啊，画都画不动为止。那我不都老了？那我也老了，但是你放心，你在我画里，永远是柳。你就那么希望我当你女朋友吗？非常希望。好吧。好吧是什么意思？如果大家配速一样，就先一起跑跑试试。 你答应我了，是你非要让我当你女朋友的，所以你得听我的。听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现在想让我干嘛？睡觉。好的，女朋友，快点儿。